学，请看《菩萨问名品》，宝首菩萨寄诵第三首看起，一如田种子，个个不相知，自然能出生，业性亦如是。清凉大师在疏钞里面呢，给我们说明的这一首是田中生涯的比喻啊，田比喻叶缘，种子比喻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习气啊。那么这个意思前面呢我们说过了啊，我们看它第二个意思啊，业本色为田，名言为种啊。那么这是啊，这一句呢抄里面有啊，我们看抄里面的开示啊，经曰本实含于种子，能起现行啊。我们从这里看，故以本实为田，若粗地中也云，于三界田中啊，复生苦芽啊，则曰荡谷深处啊，亦得名田，闲逸无妨也。我们今天呢，从这个地方读起啊。这是就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里面含的种子，种子遇到缘，它就起现行啊。种子没有形象。实在讲呢，这些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要是心细，你就能看得出来啊。譬如人在这个顺境里面啊，生欢喜心啊，这个遇到别人赞叹你啊，你这个欢喜心就生出来了。人家赞叹呢，那是缘；你那个欢喜心呢，那就是喜怒哀乐、爱无欲，所以我们讲七情五欲。这个情欲是阿赖耶里面的习气。啊，你仔细想想，阿赖耶的习气在哪里啊？你到变身去找，找不到啊！啊，就像《楞严经》啊，一开头，释迦牟尼佛叫阿难，问阿难呢，心在哪里？啊，他还真。不错了，还找了七个地方呢。啊，我们恐怕找不到七个地方。啊，当年大魔祖师问慧可，啊，慧可说他心不安，大魔祖师说：“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啊，慧可回光返照啊。密心了不可得，我找不到心在哪里。你想想，你那个
喜怒哀乐爱物欲在哪里？找不到啊。有没有呢？还真有。外头要有缘呢，业引诱啊，哎，它就生了，就生起来了。啊，那个生起来这个现象就是现行。啊，你就表现在这。如果遇到逆缘，啊，别人侮辱你，别人回谤你，哎，你马上嗔恚心就生起来了。啊，你那个嗔恚那个习气在哪里呢？啊，外面别人侮辱，啊，回谤，那都是缘，外缘。啊，你阿赖耶里面的种子遇到缘就起现行，这很明显啦。啊，岂不是这个摄种遇缘起现行呢？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从早到晚呢，不知道要起多少次啊。啊，种子起现行，现行变成种子。啊，这个种习互相熏修。这个事情是个麻烦事啊！啊，现行熏修又变成新的种子，种习熏修啊，这是循环的现象啊，永远不会中断。啊，那么这个就是轮回的道理啊，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啊？轮回从哪里来的？就从这儿来的。啊，其实你要细心去观察，都不是真的。啊，确实《般若经》上说得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哪来的真的？真的应该可以找到，有个实体啊，没有，没有，确确实实是万法皆空。金刚经上讲得好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就不是真实的呀。啊，如露亦如电呢，这一句是把真相说出来。啊，露水跟闪电都是比喻，时间很短促。啊，用比喻，到底那个时间短促到什么样的程度？佛法常讲不可思议。短到什么呢？你没办法想象，你也说不出。啊，因为你这个一句话才说出来，这个生灭的次数不知道有多少了。诸位想想人王经常的比喻，一弹指有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命，啊，我们说一句话那弹多少次的指了，你说有多少个生命了？佛这是方便说，我们就随着佛的方便说，我们这个一句话啊，谈多少次指总是百千万的生命啊，
这个就是用《人王经》上这个例子，这个方便说。所以，实实在在讲，佛这个不可思议这一句是真实。这里面还有更深的意思。你果然到不思不义呀、这个真相你就明了了。正因为呀、我们有思有义，这个思跟义断不掉。就是妄念不断吧。前念才灭，后念又生。速度之快呀，几乎是生灭同时。那么佛以本实比喻作田，遇到云，果报就是起来了。我们这个喜怒哀乐都是果报啊。从这个地方注意细心去体会。只要细心啊，佛给我们所说的这个业果甚深呢，你不难体会到啊。是业心也如是啊。个个不相知，前面讲的很多了。为什么呢？他没有自信。业因没自信，业缘也没自信，所现的这个果也没自信，自然能出生，叫发而入世。那么我们也曾经遇到同样的缘，果不相同。果什么？你比如说欢喜，欢喜有程度上的不相同，嗔恚也有程度上不相同。有人比较淡薄。甚至于有人如如不动，到如如不动，所以八风吹不动啊。这个境界里头也有功夫前身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呐。所以在这底下有一句“行义无方”啊。业心发而如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我们再看第四首偈，又如乔幻思，再比四俱道，视现众色相，业心也如是。这个乔幻思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魔术师，变魔术的，变魔术的，他在什么地方呢？他在十字街头，十字街头是最热闹的场所，他在这个地方变戏法，视现众色相就是变戏法，用这个比喻，业心也如是。我们看看清凉大师注解里面，幻思现幻欲幻思就魔术现幻就是变魔术
用这个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所生。啊，我们知道魔术变出来的那些东西都不是真的，啊，都是假的。他的手法很快，让你看不出是假的。啊，上一次这个浙江啊，来的他们这些杂技团啊，到我们图文吧来表演啊，庆祝啊这个小城建成100周年纪念啊。我们看其中有一个变魔术的，年纪很轻呢，我听说才16岁呀、啊。啊，你看他变那个扑克牌，手上没有，哎，他的手一摸就一张出来了。啊，我们有同学问的时候，哦，他那个一张一张牌出了很多，啊，下台之后问他，你身上到底有多少？10副。啊，但是你看不出来呀、啊，就好像他在空中就转一下的手上就拿了一张。用这个来做比喻啊，所以他比喻所生，就是他变出来的东西所生啊。幻色呢，预报啊，若幻色啊，比喻这个报果报，则幻思欲业。啊，幻色是能变啊，幻色是所变啊。如果把所变我们比喻作果报，啊，那能变呢？能变就是业。啊，若幻色把它比喻作业呢，则幻思与业因。啊，一。业业缘生呢，同报无体啊，而幻相不忘。啊，不忘就是不无啊，幻相有啊，哎，这个色相有啊，哎，虽有它不是真的。啊，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佛在经上这句话重要啊！啊，十法界一真庄严呢，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所以你看这个比喻是怎么个比，它都写。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留意的，我们现前这个果报啊，果报虽然是了不可得。当地皆空，了不可得。可是我们有严重的错觉，以为它是真的，以为可得，啊，以为可以拥有，其实这个全是错觉。啊，连我们的身体。现在我们这个大乘念得多了，知道啊，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色相啊，刹那生灭，了不可得啊。那么身是报啊，讲果报的时候呢，这是最贴切的了啊。环境是果报，那还其次啊，最贴切我们这个身。身最重要的健康啊，身设施的话，你本来是健康的，为什么会有疾病？为什么会有疼痛？啊，那么这个都是水果报啊。
果必有因。啊，世间人讲的因讲得很浅啊，佛法讲这个因就讲得很深了。啊，一般人很难理解。啊，佛说真因是你的意念，你念念呢都随顺法性，与法性相应呢，你的身体健康长寿，什么病都没有。啊，现在我们听这些话了，我们能接受了。大乘教听多了，我们能接受啊。我们了解佛讲的真实意啊。那么由此可知，身体这个健康状况呢，是从你意念里面生的。为什么呢？你的意念念念呢，这身体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啊，都受你意念的影响。啊，虽然各个不相知啊，它影响，它互相有影响。啊，这个在实验当中能证明啊。啊，水的实验我们懂，我们知道了，看到了。啊，我们还看到这些小朋友们、小学生，啊，用这个花插在花瓶里面的花，啊，这个呢，同在一个一个花束里面采下来的花。插在两个不同的花瓶，啊，同样给它加水，一个瓶你用爱心对待它，另外一瓶呢，啊，你用嗔恚不喜欢的心对待它。这个三天之后啊，爱它的这个瓶呢，这个花还很新鲜，没有凋谢。那个不喜欢的那个花瓶啊，已经枯萎了，已经凋谢了。啊，试验了很多次啊，不是一次啊。啊，真的发现呢，这个花懂得人的意思。啊，人跟花，花跟花，个个不相知啊。一心也如是啊。啊，用水果，用米饭，用馒头，我都看到这些报告，啊，实验的报告，啊，确确实实证明这些物质。懂得人的意思，你从这个试验当中啊，你就要有觉悟，啊，就是我们身体，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啊，包括全身这些各个毛发，你有没有发现到啊？就像我们对外面境界一样的果报现前呢？啊，所以你要身体好，啊，你要健康长寿，你不要衰老，有没有法子？有啊。
我们做的不够彻底啊。要是真正做到了，百分之百做到了，我常常想，这个我在讲经时讲过，你多少岁学佛就永远保持那个年龄啊。我26岁学佛啊，学了50多年了，现在还是26岁，行不行啊？行啊。你能够把这个心的念头啊纯善，心善，念头善，行为善啊。后面佛有一句话很重要，不容毫分不善夹杂。那你就永远年轻啊。为什么？你所有身体细胞器官的时候，永远保持最完美。它有道理在啊，它不是胡说的啊，确实能够做得到啊。我们虽然这样做，但是夹杂的这个杂念还很多啊。我们现在虽然是在那里学这么多年的，懂得这个道理，认真努力在学习，可是依然有不善夹杂，依然有不净夹杂。虽然比起一般呢，那不修的人稍微好一点，可是要以佛法标准来讲呢，我们还差很远。真的，我们能够保持这个身体这个健康状况啊，保持到30岁的时候，那你就修得不错。保持到40岁的时候还可以。像我这80岁的人啊，如果能保持到40岁，保持到30岁，那这个分数就达得很高了。而80岁呀。我们今天能保持多少？大概保持到60、70岁。这分数就很低了。还得认真努力。怎么修呢？就是不容毫分不善夹杂。确确实实我们这一生没有恶念对一切人事物没有恶念，没有恶言，也没有恶行但是做的功夫不纯还夹杂这些妄想这个东西去不了譬如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别人赞叹我们，有没有欢喜心呢？有，不过比一般人轻。别人回报侮辱我，我们会有没有成慧呢？也有，很轻，度数很轻。时间很短。几分钟就没有了。就恢复到平静了。可是这几分钟不行了，还是夹杂了。
功夫就在这里看。你看没有学佛之前，人家骂我一句，要生气气好几天呢，都不能平复啊。什么时候人家提到想起来，哎呀，那个陈慧又显现啊，学佛之后啊，在这个功夫算是不错了。淡薄多了啊，这个喜怒哀乐，这个烦恼习气，遇到现行的非常淡薄，而且时间很短促啊，这还是凡夫。真的不动了，那就超凡入圣了啊。功夫在这个地方练，功夫在这个地方啊，检查啊，你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那么这个就是十三业道经里面佛教给我们的观察善法啊，不要观察外面，观察自己。自己的功夫到什么样的等级，是不是年年在提升，月月在提升啊，天天在提升，我们不敢说啊。我现在的程度啊，可以体会到每一个星期在提升啊，所以有法喜啊，这个就是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常生欢喜心啊，这个欢喜心是最好的营养啊，我们这个身心健康啊，得自于欢喜心啊，不能有忧虑，不能有烦恼，更不能有怨恨啊，怨恨是最糟糕的啊。以后如果你们有机会碰到这个江本胜，你就把这些东西写写，叫他在做水试验，看看那个图案啊，欢喜怨恨啊，严重的怨恨，轻微的怨恨啊，非常欢喜啊，一般的欢喜，去试验看，图案一定不一样啊。这些什么，这些时时刻刻与我们的身心健康有密切关系啊，所以懂得之后啊，对一切人欢喜啊，不能这个人我讨厌他，那个人我不喜欢他，那个人并没有伤害，而且自己这个伤害太大了啊。不喜欢别人就是不喜欢自己，讨厌别人就是讨厌自己，我们全身的细胞的时候呈现出很不好看的这个样子形象啊。别人受伤害很轻微，我常常讲啊，三分；我们自己受伤害七分，不成比例啊。我们很欢喜心，赞叹别人，恭敬别人，啊，爱护别人，别人得到的有三分，我们自己得到的受用七分
自己的受用，讲个最粗俗的话呢，养生呢，啊，真的，这是养生之道啊，这也是业果深深呐。啊，所以从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细心去观察思维，引申很多的意思。啊，这些理我们明白之后了，对我们利益了太大了。佛法学了，你就得受用。跟这个世间那些学术不一样啊？为什么呢？那些学术你学了之后未必能得受用啊，或者你在社会上工作能够用得上啊，那遇到有这个机会你才能用上，遇不到这种机会你所学非所用啊。佛法不然，佛法学了马上就管用啊，所以我称佛法叫实学，实实在在的学问。啊，实实在在的学术，学了立刻就用上。啊，那么他得落实。你们注意想想，是不是弟子规？是不是十善业？在佛法千经万论，一切诸佛自心化他，全落在十善业。啊，孔孟之道，我们今天谈起来的啊，大家都晓得四书五经十三经。如果把范围扩大，四库全书里头的经史子集，你说哪一条不落实到是这个弟子规？啊，所以这称之为经啊。经实在讲就是实学，真实的学问，实实在在的学问。啊，我们今天要怎样修学？啊，标本兼治，这是最上乘的方法。治标用什么呢？用《弟子规》，用十善业。治本用什么呢？治本用《华严经》。用大乘经论，标本兼治啊！啊，大乘经论里面告诉我们这真理呀、啊。啊，给我们讲诸法实相啊！啊，这些实相通通是日常生活啊，是处世待人接物。啊，那么我同时学《弟子规》，学十善业，这标本兼治，进步得快呀！啊，那么我们现在同学们年龄都不小了，啊，我看我们道场最小的年龄也有二三十岁啊，多半都是中年人的。啊，四五十岁的同学占大多数啊。少年时候没有人教，
啊，所以圣贤学术的根基啊，我们没有。啊，这是这么多年来，无论是学儒学佛，没有成就的原因在此地。啊，我们把原因找到了。我们能体会到了，能信能解，这不错啊。那我们就一定要发心，从头学起。不就扎根的教育，啊，所以特别重视《弟子规》跟《十善业道》。啊，没有这个基础，三规五戒全落空。啊，往上那就不必说了。啊，比丘戒、菩萨戒，哪有这回事啊？啊，我们受三规五戒，行事啊，真的是有名无实啊！啊，如果是把《弟子规》跟《十善业道》，你真做到了，你那个三规五戒，名副其实。啊，你接受三规，你确实从今之后，你所行的是菩萨道、成佛之道。啊，起心动念呢，都不离这个行道。你在道上精进啊，啊，确确实实，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一切人事物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你真的是在受持三规啊。啊，受是我们真的接受了，接受过来，持是保持而不失掉的受持。啊，自然具足中戒。啊，我没有去受这个形式也具足，为什么呢？定功戒、道功戒。啊，佛家讲戒有三大类，形式上是律仪戒，啊，你的清净心现前了，你怎么会犯过失呢？啊，这不受啊，不受，但是我绝对没有犯，啊，没有受，啊，善法的没有受，没有受，我善法都做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诸位想想这两句话，啊，佛法界有两大类，一类是净持，啊，对于这个恶的，决定不能做。禁止。另外一个对于是善的，善的是劝你一定要做。啊，所以知持作持啊，这两大律啊。啊，大小乘通通都有。啊，有止禁止的，有一定要做的。
你不做就犯戒了。啊，恶要禁止，诸恶莫作；善要奉行，一定要做，不能说不做啊。不做犯戒啊，所以菩萨戒里面多半都是坐持，一定要做的啊，不做就犯戒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听经啊，听经是好事啊。菩萨戒就是你受了菩萨戒，讲经的道场距离你这个地方40里，这么远的距离你要去听，超过40里可以不必，路太长了啊。40里之内的你要不去听经，你就犯了菩萨戒了，你就犯戒了，叫坐持啊，叫你要做啊。所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呢，我虽然没有受这个形式的戒，你的戒已经具足了啊。所以有道功戒，有定功戒啊。会开了之后呢，更不必说了啊，实在讲的时候，智慧开了也称之为道啊。止持坐持通通具足，通通不凡这就与自信的信德相应啊。是处是法都不例外啊。儒家教的五伦五常八德，与心德完全相应，所以他那个不是人发明的，不是哪个创造的，不是。业性本来如是啊！啊，佛大乘教佛常讲啊，法尔如是，这才是事实真相。啊，所以我们要通达这个道理，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细说真的，这个大乘教里头讲的非常微细，讲得非常详尽啊。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不少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的啊，他对于佛法三宝恭敬，出自于真诚心。真诚心就是菩提心啊！啊，遇到善友劝他念佛求生西方，哎，他真的往生，走的时候瑞相稀有。啊，有人问我，这是怎么个讲法？不认识字，一生没有读过经，啊，这一桩事情，佛在经上都讲过。首先要了解因果通三世。这个人的善根很深厚啊，善根是过去生中培的啊，他在过去多生多劫一定修过净土法门。阿赖耶里面呢，那个净业的种子力量很强啊，
啊，在这一生当中遇到善友劝他，他马上就相信，他一点都不怀疑。啊，对三宝那么样的恭敬，只有这一生他没有念过书，那是另外有业报。啊，业因、业缘、果报都非常复杂。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甚至于这一天当中，无量因缘。啊，一天当中所实现的也是无量的果报啊！啊，你看我们这个前年灭后年生呢，那何尝不是果报呢？啊，这个念头刹那不住啊！啊，起心动念呢，无不是业。啊，业里面有善有恶。一般凡夫没有人教导他，总是啊恶多善少啊，这是一定的。特别是现前这个环境啊，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一般人。最容易接受染污的电视啊，你打开电视，你就会受它的影响，你就受它染污啊。那么电视播放的内容是伦理道德，还是暴力色情、杀盗淫妄？你天天看这个东西。你怎么会不受污染呢？啊，我们也是得三宝加持，啊，也都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啊，陈才琼居士搞了一个华藏卫视啊。啊，那我们这个讲经的节目啊，24小时不中断的，在这个电视传播，这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啊！啊，这个电视要跟所有电视相比呢，大概这个频道是净土。啊，夹不夹杂呢？有夹杂。啊，夹杂什么呢？我跟陈居士讲了，啊，你那个银行存款的号码了，我看常常出现了，出现的频率太多了，啊，这是这样，啊，这就是夹杂不善。如果能这个东西去掉了，那善。那么当然，这个维持这个电视是要靠大家来帮助的，啊，你这个银行存户号码一天拨个2-3次就好了，频率不能太多，2-3次是有必要的，啊，人家想这个帮助你，要知道怎么个帮助法。那才能做到尽善尽美啊！啊，我这些话告诉过他了，他说不行啊。他说很多人打电话的时候，他们找找不到啊，看不到啊，啊，所以讲不见得。啊，真正看，他也连续看个这个几个小时的话，一定可以能够看到。啊，你因为一天24小时在播讲嘛，啊，所以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要能做到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这才尽善尽美。
好，现在时间到了，这一首偈我们就讲到此地。